大家好，这里是梅西，是梅西百货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个美国的mall，这旁边是高速公路，两边，这边有 Tiffany， 有 Fitness， 有 Macy， 希尔斯已经在12月份已经关门了，他已经大清货了。清货了，这是小花，美丽的小花。这是什么 ？Including， 这是什么书？小朋友的书。这是 Macy， 在外面看 Macy 百货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 Macy， 看看它是几点？10点到7点，10点到9点。天气比较好的 Macy。这还是冬装的，没有春装换季。小朋友的玩具，这边是化妆品，这是香水，这么多香水，这是什么香水？这都是香水啊，这么多的香水，还是不一样的牌子。好，这就是 Macy， 这是啥？不知道。这边里面是包，这是什么包？这是 Nike。CK， 看这包多少钱？没有价格吗？148。这种包不错。Cover Clay， 这边是香水，香水。这是香水，这是柜台。我们这边是有香包，我们去看看，这边有香包的，这是香水。DC。不知道多少钱，这个多少钱？50%off。香包不要 ，Delicy， Summer， 这香包不错啊。
很轻便，推着很好，340169不一样。看一下颜色有什么不同的，169 Travel Pro， 这是 Travel Pro， 还有这种有颜色的。好，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